是啥茶呀？红茶。红茶属于？红茶有普洱，还有铁观音。哦。给我看看，这里边有大红袍啊。它这个属于红茶是吧？不是。这属于什么茶呀？又过来喝茶。这个酱油要了一个牛肉丸。弟弟啊，你抓着一个不对呀、啊。柠檬，挂满了。这是我们小区产量最高的一棵柠檬树。不用看我了，就看我老妈就行了。哎呀，老妈耶！咋不说话嘞？咋不说话嘞？咋不说话？看没看见我呀，小爽哎，不搭理我啦，老妈耶，是的吧？是的，你跟他讲话呀。我不跟他讲，他自己讲。啊，那我讲，自己讲。那我就自己讲啊，你不用说话，你就听着啊，同意就答应一声啊。老妈耶，几天有人他才吃肉了，连留几天都有肉，然后连留几天都给他打，他吃也不让你吃了，笑死我了。想吃啥告诉小王，你那有小王啊，有啥好吃的你给老太太买点儿。啊，他那肉饼真的啊、只要有他搞的动力我都不打呀啊，把底包吃呀啊。老太太喜欢吃啥、你给他买点啥。那个炖蛋喜欢吃吧，没人给你买炖蛋。不吃啊，一碗一碗的拉四块钱。他不爱吃炖蛋，他不爱吃，他就爱吃肉、你就把那个肉圆给他买多点儿。哦，只要有的给他买。啊，肉圆还有鱼。鱼啊。啊，那个鱼片片，叫啥鱼？鱼片给他买，好嘞。啊。鱼片有爱跟。对了啊、你们那个地方是什么时间放假？放假呀，也快了，你要不要我过去看看你呀、要啊，那太好了，我就再过20天，再过二十天啊，行不行？太晚了。啊，再过20天都不行啊！再过10天，好不好？10天还差不多。啊，10天啊，再过10天，闺女就飞过去看你啦！你要笑一下。你这开车来？你这开车来是怎么来？我就坐车来了。坐来坐什么车？坐火车。坐高铁啊、坐高铁，老妈耶，啊，我带你去坐高铁，咱俩去到处溜达溜达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想闺女去，你要去干啥呀？我不就没事。啊，没事，就想出门转转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在那待着待烦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但是你要是在那儿，你要是一走开，你那个房间就被别人占了。就是占了占吧，是占了随便了，就那你也花不住啊。那你就等着再回去的时候再看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啊，对呀，这是公家的房子啊。
那也是属于你的了，你买下了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那就是你租下来了吗？你租的就是你的了，哎。我现在不知道是有啥东西是我的。哎呦，你现在你身边的、眼前的都是你的。这个房间就是你的。对了，这个房间都是你的，那小王也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，啊。我是你的贴身保镖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小王就是你的贴身保镖，知道吧？24小时。有啥事儿你就跟小王说啊，因为别人说我就跟你说，哎，现在我那我浑身都被锁了，你浑身都被锁了，但他打不开，他就是那个不是个右手袋嘛，啊，右手袋都他不管是给他一个约束带，他就是给他锁着了。不是坐轮椅不能坐在不行。那个约束带，你坐轮椅的时候，你把它放松一点，别给他那么紧。不紧的啊？哪里紧啊？啊、哦，不紧啊，那不紧就行了。妈呀，就一般。他把脚踏板，伸直，一边搬起来啊，那就能耐。不紧了，能那就紧了。妈呀！妈呀！紧不紧？老妈耶！就是为了你安全啊，为了你安全，你又没勒着啊。不大板就你这样还勒的还紧呢啊，不大板就能搬。对呀、啊，你都能站着，你都能站着，不紧了啊。万一一下子出什么问题，你摔不下来，知不知道？可不能摔跤啊。啊，我一会儿离开，一会儿离开，没有要求带不行的。啊，你脑袋搞了去，一会儿把脚踏板伸直，一会儿搬起来，一会儿放下来，他就能放哎。你这哪能给他弄拉紧呢？那个，你坐在那里，老妈耶，你坐在那里要约束一下，听到没有？那买的可好的袋子，可漂亮。哎，你这现在我看你那个面目，好像。咋啦？我给你看，那我给你看，你看他身上约束带都没带，对，身上穿的是这个防护衣啊啊，防他的衣服的身上没带子啊，那个衣服有两个带子在后面啊。